住那个丰隆社区啦。我本人叫陈美琪，我有三个后生，有少年人，够辛苦。做生意一定辛苦的啦，吼。画眉都起来啊，变变到今嘛。然后从小看来，就是对家庭的照顾跟付出，我都看在眼里啊。我嘛够欢喜安尼啦，吼。大家困定啦，母亲节快乐！